特别从古寮潭下游，沿着西边到我们的上游的修筑坝，我们设了14个搜索点，13个大分区，又另设了古寮潭的前进指挥所。我们不但一直持续扩大搜索，更重要的，我们出动了所有的空拍机、救生艇，再加上后勤的部队随时待命轮替。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毅力，我们不放弃，能够在最后时间能够抢救到我们两位失踪的。目前气候看起来比昨天是好，但是有时候气候山上有时候一下子不太一定。那空勤总队随时都会来出勤。目前今天的出勤的可能性非常的高，因为今天的气候算是不错的。